さあ、お前の力を見せつけるんだ。うちの秘密兵器だ。三井がなんだ。中学 MVP なんざ高校レベルじゃ通用しねえ。頼むぞ、ナイト。湘北をぶっ潰す。おう。なあ！条片开始之前，佢就点赞、订阅、分享，兼且都可以订阅过嚟个窿窿仔，咁样我哋唔错过任何进阶球员嘅最新动向同埋最佳实战。Hello， 咁多球员大家好啊，我黄立先。咁今日呢条片就系得噶，你系光头佬内藤铁也呢个进阶天赋嘅演示视频。咁佢嘅呢个进阶资料，咁啊大家有眼睇噶啦，29888咁啊可以用篮球位去买呢个进阶嘅，咁啊系免费进阶噶啦，基本属于平靓正啦。咁啊，我哋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咋咋林睇下佢嘅进阶天赋，睇下都升级咗啲咩招先。咁佢嘅第一招就系呢、這个好似系截球嘅，冇错，就系、是、呢个跨步截球。咁佢嘅呢个第一招睇下先，就系、是、呢个欧洲平框战斧啊，就系、是。对方未出圈之前截到波就会有个锄樽嘅，咁呢招有两个要点啦。首先一个系对方一定要未出圈之前，咁你截到波咧要揿多个掣，咁佢先起到呢个锄樽。就我个人觉得，其实睇上去好猛，应该就好难用噶啦。即系人哋传一个波就出到圈啦，你要喺嗰一下要截到波上手，再揿多个锄樽出嚟，真系其实好难用嘅。进阶流川都有个差唔多嘅招，咁我未起过嘅。不过佢呢度最尾一招咧有个天赋系，只要你出圈之前截到波。内藤呢下是必定上手的，仲加咗呢个截球机率，反正全部都是围绕呢招加嘅附属性。不过个人都唔睇好呢招啦，一波你起到一次都算好犀利。OK， 我哋睇第二招，咁啊一开波加呢个锄樽嘅属性，即系感觉今次内藤都加咗好多锄樽嘅附属性啦。咁啊新招靠人背身，系同集训花园嗰招有一次嘅。幅度速度其实都唔错，最惊个转身嗰下咁有人得喺你面前，跟住自己撞冧咗啫。咁啊，睇下副属性，嚟一话口未完，即刻减被撞机率。咁啊，呢个新招死区反身锄樽，咁啊系篮底死区，就系应该系篮底下边嗰两框长方形。呢、這个招式嘅路径同青田嘅嗰个死区勾手比较似，只不过呢个系锄樽，锄樽嘅机率就会高好多。咁新招坦克冲锋咁啊，即系突人嘅咧，就系俾你拱开人嘅。咁啊，光头佬呢个拱人咧系唔食嗰个力量属性，因为佢呢个天赋招嚟噶嘛，可以打横拱，可以打竖拱，其实就系为咗专门针对大猩猩集训大猩猩嘅。咁我哋再睇呢个附属性系加呢个卡位对抗啦。咁另外呢招就应该加篮板竞争值，所以呢个光头佬好明显就系同你玩卡位嘅，同你玩卡位抢篮板，力量高都唔一定有用啊。OK， 我哋再睇佢下一招，咁呢个系减低被抢机率 ，OK 啦，大前。前锋就成日俾人挞波噶啦，咁呢个系一个新嘅招式，呢招好有意思，呢招系将佢旧招嘅一个弹跳起步，将佢拆开嚟加落五号掣嗰度，咁光头佬嘅嗰个弹跳起步其实就有啲似马骝仔旧马骝仔嗰个跳步咁样啦，呢、這个拆分掣嘅改动其实系有啲好特殊嘅意义喺度嘅，我最尾先同大家讲。咁呢个新招锋位躲闪，当有人喺你面前单挡嗰阵时，系有一定机率可以自动闪开佢嘅，系针对呢个单挡三分阵啦。咁啊，触发机率最多再加多 20%， 呢个系已经有五分之一机率，其实都算 OK 高噶啦。咁啊，另外一招系加呢个加速持续时间。咁啊，最尾呢个新招飞身盖帽，哎哟，正啊！不过大家要注意系呢一招咧系一个组合招嚟嘅，你要先揿个弹跳起步，揿咗呢招之后，你先有飞身盖帽呢个新嘅百波招。呢招嘅手感应该同集训青田嗰个飞身盖帽都系一样嘅。集训青田呢个人咧就话咗个道理俾我听，真系劲嗰啲百波招咧都唔需要成叶天赋，真系加真系劲嗰啲加几招就够啦。OK， 跟住嚟睇下佢呢个进攻招啦，大风车锄樽就系以前系双手锄樽嘅，中途会转成一只手逛多下，咁啊系。第二点变化啦，附属性系加呢个撞开机率嘅，咁啊再睇下最尾呢个系每撞开一条再加能量添，你好嘢。不过算啦，我觉得光头佬射中头仲劲过嗰啲锄樽招。OK， 再睇下下一班招就呢个野蛮钉防，就只要有人突破撞到呢个光头佬身上，就更加高纪录去撞冧人，系针对边个呢？进阶流川同埋福仔，因为呢两条咧都系可以从三分线外一下子就可以踩入内线去攻框嘅，反正佢咁钉防，等佢哋撞过嚟系啦。OK， 我哋再睇呢个下一招就系、是。呢招舍身防御呢个铁头功，我真系觉得好搞笑，你招嘢都唔知都唔知巴布加点谂出嚟嘅。但呢度个关键点系佢写住锄樽啊嘛，佢冇写锄樽类大绝计唔计，即系包括好似福仔啊、樱木嗰啲大绝。佢呢个附属性又写到鬼搞笑，佢系因为光头佬系光头，所以可以增加你个触发机率。
咁我哋再睇你招系，你每下俾人爆头，仲可以加能量。哎，光头佬真系鬼惨嘅啫 ，call 定白车啦，帮佢。咁啊，最尾再睇下佢呢个大绝啦。咁啊，大绝嘅话就加咗一个，就系呢个原地战斧，系同进阶越野嗰个改动好似嘅啫，即系离篮筐比较近，就直接原地起跳坐进。其实悭咗欧洲步嗰几下系改劲咗啊，等对面冇咁多反应时间去盖你呢招 ，OK 嘅。咁要点满呢个进阶嘅话，需要素材大概要咁多到，大家可以自己参考。其实老实讲啦，唔算多噶啦，已经系。即系大家可以睇下长谷村，长谷村系要160个大头卡，佢有咁多防守技能先120个，系咪先 ？OK 啦。咁跟住落嚟系 show 俾大家睇一个今日新出嘅一个黄色嘅进攻天赋啦，就系、是、呢个中投抗扰嘅，冇错就系呢嚿啦。咁啊，都系出俾内藤用噶啦。讲到实话，其实好多人都系俾光头佬带呢个中投潜能嘅，就俾佢放冷箭，放啲阴湿中投。咁至于话其他有冇人啱用呢，我唯一谂到嘅就系首先第一个影仙啦，第二个就系进阶流川啦，就系呢啲系用 fade away 过嚟打中投嘅，就系同你玩顶投，又或者就系打高端局入边就系靠顶投食饭噶啦，因为你高端局防守强度高噶嘛，冇乜空位噶啦，就系、是、用呢个嚟顶球食饭。另外呢个旧嘅特质灌篮巨兽亦都系有一个加强嘅，咁今次系加咗呢个碰撞范围啦。其实呢个出嚟都系为咗帮内藤加强佢嘅进攻能力，因为内藤嗰啲光头佬佢啲招都系攻框多噶嘛。另外一个比较啱用嘅，我第一个谂到嘅就系泽粪大猩猩。咁大家都知道泽粪赤木佢系锄樽啲招比较多啦。其实依家嘅环境咧就系、是、对方分配好一二点去盖你嗰招空接嘅一二段咧，其实赤木佢啲攻框都冇咁容易啊。带咗呢嚿嘢嘅情况应该系会改善少少，反正我到时会试下。另外好似进阶流川或者系旧嘅马骝仔，佢用格扣嘅话带呢嚿嘢都可以攞出嚟玩玩。咁啊，最尾就同大家嗲下呢个光头佬嘅一啲睇法啦。首先我个人都比较睇好佢嘅，主要原因系咩呢？第一，佢加嘅防守技能系加得比较多，亦都加得好全面啦。大家可以谂下，一个大前锋识卡位、有截球、识掰波、跑得快，仲可以补防，都算系咁啦，系嘛？而且啱先我特别想同大家讲关于拆分招呢样嘢咧，其实呢样嘢系非常之特别嘅一个存在。光头佬系第一个将旧嘅招拆分开多一个掣嘅呢个球员。咁其实大家可以谂下以后一个趋势就系、是、以后有新招一定系加落嗰个第五号位个制度。另外一样嘢就系将旧角色某一啲招拆分开嚟，然后延伸一条新嘅天赋加强佢。以后肯定有其他角色都系咁噶啦，内藤系第一个啫，之后肯定会其他人都系咁。另外光头佬佢将呢个拆分开弹跳起步之后咧，我特别睇好佢个补防能力，因为佢系咁样可以从三分线外跑出去去针对嗰啲射手嘅。仲有佢招坦克卡位咧，睇起身好似特别克福仔嗰招跨步直突。Oh by the way， 今日呢个版本更新，福仔嘅跨步锄樽咧系减低速度嘅。反正光头佬佢有咁多防守技能，作为一个副师，即系如果队入边有一个稳定嘅中锋，再加内藤上分，应该系好易嘅。咁呢条片嚟到差唔多噶啦，大家觉得进阶啲光头佬点咧？表现如何？将你嘅谂法话声俾我知。我系黄律师，我哋下条片见啦，拜拜。